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今天呢，我们和米奇、妙妙屋、米奇一起玩工程车，这是一辆叉车。看一看米奇的叉车是什么样的呢？可以看见包装里面是一辆黄色的叉车。叉车里面装有电池。叉车的驾驶室车棚呢？可以动吗？用来插货物的叉子可以动，可以上下动。这里什么地方呢？也可以动。是车棚吗？产品名称：仿真合金模型车，这是一辆合金车车。好了，赶快打开包装，大家一起来玩一玩吧。车车取出来啦，叉车的叉子可以变长，再放回来，哇，又变长啦，再放回来。驾驶室有一个座位，这里有一盏崭新的车灯，叉子的前面也可以动哦。车棚可以打开，这个车棚完全打开啦。装上车棚，哇，还可以发声发光哦。它有四个轮子，车车的后面呢，很有意思。这个白色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像是油罐。好，我们玩一玩这辆车车吧。哇，它有车车的鸣笛声。哦，跑得很快。质量很好，而且呢，做工也很精细，对吧？这个车灯，哇，是不是很亮呢？哇，真的好亮啊，很棒的叉车。现在呢，让叉车拉着一艘小船，好，玩一玩吧。
上拉到小船。好的，很稳哦，小船没有掉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这辆叉车我们今天就玩到这儿。欢迎大家订阅我们，收看我们更多的视频，拜拜。